三民运动中心，我们市民期待已久了，因为我们知道北高雄包含三民区的空气污染在冬季的时候非常严重，那如果市民在冬季没有办法有一个户外好的运动空间，其实室内的运动场馆非常有其必要性，那我们已经期待已久，也在市议会多次质询，总算在中央跟地方的配合底下，三民区总算有第一个室内的运动场馆，我们乐观其成哦，拭目以待。在空污季的尾声哦，空气品质还是没有很良好，再加上疫情没有减下来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口罩给戴好戴满哦。那当然在室内运动中心人口密集的地方，更要注意口罩的携带。我们还有篮球场会运球吗？太棒了，准备点我投篮，三分线再一个，再一次运球，一二三四五六三。